爱如一股涓涓的细流，虽然没有声，却能滋润我们干枯的心灵。平凡的母亲孕育着一份惊人的伟大，观世音菩萨像母亲一样一针一线缝补着我们心灵的创伤，营救着我们烦恼病痛的灵魂啊。有求必应的母爱，又是我们人生海洋上的一盏明灯，让我们走出迷途。当我们在苦恼中，我们需要母亲的手中线；当我们在解脱的时候，我们感恩母亲的佛子情啊。一个学佛人就如同找到自己的母亲一样，一个不学佛的人就像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。在工作上、事业上、感情上、身体上，没人照顾，到处碰壁。我们学佛人要像对待母亲一样，让自己的心得到温暖。